if 时尚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吴磊。这次的展览，它也是有全球30多位艺术家嘛，所以说还是挺期待，就是有很多像中西文化的碰撞啊。然后，因为我也有偷偷了解过一点信息，好像今天还有一个非常大的，就是西斯廷教堂的那个迷你版，所以说还挺期待的。艺术源于生活吧，因为我们艺人的话，有时候也是需要从生活里面吸取灵感。艺术家慈赞，然后还有古驰花园，表达自我，背包，我记得特别清楚，双肩包够大，因为我是比较注重实用性的，那个背包特别好，就大，对，能装啊。我会选萧炎吧，这三个人你随便选一个陪你去荒岛，你都可以活下来，他们都非常厉害，生存能力极强。但是如果是林素和杨平的话，可能你就走不出来了。原因就是这两个人不是那么的好相处。就假如到了那种已经没有食物的情况下，你有可能会被他们两个吃掉。对，但是萧炎不会，萧炎是一个非常正直又善良的人。我震惊了。我惊呆了，我太像了，我怀疑了很久，因为那个声音也像，然后长得也特别像，特别神奇，就是真的好像啊。艺术来源于生活，又高于生活，这好做作呀！这不是播音腔啊！这样吧，我修炼几年以后，我再来，下次再尝试好不好？喜感这个我擅长。艺术来源于生活，又高于生活，深情的。艺术来源于生活，又高于生活。